第36题，若由图一到如图二的状况后，则体重计读数的大小与所受压力大小变化如何？体重计的读数是它称出东西所受到的地球引力、万有力的大小。那不论这个人是双脚站还是单脚站，他所受地球引力是没有改变的，所以呢，他的体重计的读数称出来重量会不变。但是压力呢，公式是 P 等于 F 除以 A。那么虽然我们的体重并没有改变，但是呢，我们单脚站的时候，我们的接触面积会变小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压力呢会变大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则体重计的读数的大小与所受压力大小变化如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体重计的读数不变，所受压力则变大。